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生猪市场。今天6月28号，马到货了啊，到一车9.6米，马上卸车看质量。后边还有一车呢啊，紧跟着两车，9:35带大家看卸车。第一车卸车啊，卸得太猛了。车底铺的也薄，太光。卸芯直接进圈，4-5号圈。一车一个圈。车老板倒了多少批啊？一共2车，49批。什么时候开卖？明天。明天开卖。欢迎大家来溧阳实地验马。